学生大家好，欢迎收看天维基频道为您带来的人机对弈 Master 对局精解，我是王湘云。今天这盘棋啊，为您带来的是由韩国小将申真谞挑战 Master 的一局。申真谞呢是白棋，应该说申真谞啊是继这个李世石、朴廷桓之后，韩国又一位就是被誉为是希望之星，也是最有实力的新锐棋手。所以其实，下到现在为止啊，可以说各路的英雄豪杰呢，都已经啊纷纷的上场了，要跟这个 Master 一决高下。当然也很遗憾啊，还没有人能够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在之前也介绍过，这个棋的点是 Master 他自己比较喜爱的一种下法，但是至于就是究其便宜还是亏，就是这个的分析呢，在现在人的眼里，就是包括今天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感觉上它不便宜，不知道它便宜在哪儿。这个交换，比如说我们把子换一下，如果这个子放在里头点，那我这个点的子可能将来实地上还是有所发挥的，但走在外头这个子呢，其实对时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个概念，但是他就是喜欢在布局阶段把子都下在外边，所以呢，这个只能说是 master 的流派，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下法。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一天啊，大家又能够有了其他的一些围棋理论的提升来辅佐这个棋呢，它可以得到一些印证。但是在今天这个点还是很难去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走这个，这个棋，年轻的小将下了一个很复古的定式，这个定式应该说也很多年都没有人下过了，就是也是过去定式大词典上面有的定式。走完了小尖，黑棋呢当然是想让白棋贴出来啊，这样我顺势跳，借机处理自己，所以白棋这个时候下的也很对，定式，拖了进角。这就活了。这个局部呢，倒是暂时没有什么棋，就这个虎呢，就当做是白棋的。白棋呢，应该说已经进活了，在这个角上取得了安定。过去的下法就基本上走到现在这样的，这个定式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黑棋呢，有飞这个的，也有直接走其他地方的，都有。差不多就是一个白棋这招棋的意图啊，就是求一个调子，就是让你贴我一下。至于我这个子，你要说它一定就是有多么大的作用呢？也没有啊，就是求一个调。过去的定式是这么下的，那这盘棋呢就很有意思。这个 master 下了一招，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的一手棋，在这个地方贴的这一招。这手棋乍一看呢，觉得不太好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把这个头给对方挡进去呢？如果对方没活，那可能还好理解一些。但对方关键他已经活了呀，就算白棋虎一下，也要退，他这棋也已经可以脱先了。所以感觉上也不像是很需要走的一手棋。就是我们把它当做是这样子交换的话，这个棋其实黑棋不走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贴呢？这个贴是没看出有什么目的，但是它又有效的引发了白棋接下来的一个，应该说不是怎么特别好的变化。白棋现在确实走了这个断啊，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味道。白棋这样定型了之后拖，这个下法都显得，当然白棋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在快棋接这个当中啊，30秒的时间，突然间见到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变化，肯定是一时间呢，这个思绪难免就是有点混乱，这个很正常的。就他实战这个下法呢，白棋感觉上也不太好，黑棋把这个棋一团，黑棋是彻底走后了。他把你走到了上边呢，其实白棋方向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棋注意白棋不能吃这一下啊，这属于俗手，要走也是单粘。同样我意图下一手要把这个地方打出来，但是我不能下这个，这个是俗手，要让你直接走呢，你补一个，我这个头啊已经出去了，
不像刚才温泽这的话，这还是个软子，然后这个头还是软头，你要把这个棋粘住。嗯，实战呢也是这么下的。接下来黑棋走这个，间接的把这个打的长出来给防住了。这下成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在这个之前有点，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就这个变化从一贴还能下成这个样子。但是冷静的看一下呢，觉得如果我们这两个子没有，其实我觉得挺好分析的。白棋应该不太好，但是这两个交换呢，就黑棋这个子呢，看起来棋形不是太好看。嗯，白棋这个棋如果能够发挥出作用，那还不错，但是发挥不出来呢，好像也一般。就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个新手啊贴了这个最后这个定型，似乎黑棋还可以尚可。黑棋呢处理了一下自己，白棋把这个棋拆二了，黑棋废。继续是黑棋这个地方，他就喜欢把这个棋给你压低啊，自己走在外面啊，让你走在里边，这是他始终下棋的一个宗旨。跳一下，走。嗯，走成这样了之后呢，他再去扩张。现在我们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局的配置情况啊。可以说从下边一直到上边这里都是黑棋的势力范围，这个是非常非常宽广的。白棋呢，这里还有这里，都属于在低位，就是都被压的比较，暂时来说发展的有前景也有限，所以看起来似乎是黑棋更加积极的一个布局。白棋进去，黑棋就贴。这个可能很多这个理论，大家可能在某一些这个杂志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面也看到一些大家职业棋手的一些评价嘛，就是说出现了 master 以后啊，好多理论好像都被改写了，我们有很多棋都被颠覆了。柯洁甚至说啊，原来人类多少年前这个棋下的都是错的啊， master 教我们重新知道该怎么下等等吧，就这种很多了，这种语言，这种声音。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往积极的面上去想的话，其实是给了人很多很多可以思考的空间。就之前好像觉得这棋啊下来下去就那么几个套路几个路数啊都差不多，但现在呢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于比如说这种定式，可能以后的高手们都会去思索 master 他老这么下，那比如说白方这一方可能就会有不满意，那么该如何去把这个地方定型啊等等的，也许会产生很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对围棋来说真正有帮助的地方，就是把理论一下就提升起来了，可能未来也是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这个围棋的理论的革新。目前呢因为这个对局也刚刚对局没有多久嘛，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快就消化完的地步，但是这个发酵期是慢慢慢慢在过渡的。现在黑棋把这个一贴呢，白棋如果说还在这边继续硬啊，就显得有点太悠哉了，这个子需要处理。所以实战呢他也是贴到这儿，他就从这边来了啊，他从这个地方建冲。这手棋呢应该说有一些些的疑问，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处理好自己这块，其实可能做的这种，但他可能不肯，因为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你走这边，比如说对方补一个，他把脚就补住了，你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损了脚，这个 master 会怎么下不知道，但是他又不愿意呢在这个地方让你的脚变强，他就去下这个尖冲。其实自己这个棋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master 他其实并没有通过每一手每一手的进攻，但是呢就是一种渗透的感觉，不知不觉当中白棋就落了下风了。一贴，这几张呢都正常。接下来呢他是走这个挡一个，他也就立一个。那白棋这四个子呢很显然并没有根据地，那么就意味着你得向外去出逃。向外去出逃的，首先你这两块你肯定不可能一招就连住，不能说我一走两块连成一块了，不行。那实际上这个拐也有点问题，在这个后的
就是黑棋很厚的地方去下棋啊，不便宜，因为黑棋肯定不应你，那你这棋还不如能够快一点往前出头比较好。这个地方呢明显这厚，这个就是快棋的产物，就是如果是有时间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个包括这个小申他肯定也不会把这个棋下在这儿，但是快棋当中可能时间的一催促来不及细想啊，就是第一感下这里啊。黑棋这个时候跳开始对你这个棋开始威胁了，同时呢这个跳也让你的这个根据地没有了，你在底下做不出两个眼，只好向外跑。接下来黑棋走这个白棋，掉了一个，走这个也是在安定自己这块，但是其实效果不如刚才，如果这样跑起来的话会更快，现在是这样。走这个了之后呢，其实黑棋的下一手棋走这个啊，好棋，就是我们发现了嘛，黑棋纠缠住白棋呢，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你这个子已经现在陷入到了整体的包围里面了。接下来这个白棋其实已经很被动了，可以这么说，很不好下了这棋。实战呢它是拖，走打了一下，但是这个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跳在这儿，我们看这棋是不是白棋已经开始两边打架了，这两头你只要连不上，这棋就不太好。点一下，粘住，飞出。但这个棋呢，很显然这个地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这个地方被一尖，这棋已经跑不了了。成为这样子了之后啊，现在困难，这棋这个被吃下，整体的目数白棋呢，你之前这个子都被吃掉了，肯定目数也亏多了，这个中间联络，但是整体来看呢你还是没有眼形的，还是没活呀。哎呀，所以下到现在这个棋的白方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我们再看他实战啊，他实战是往这边跳，黑棋根本不去攻击你了，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把这个棋一走啊，把这个棋一搬，这下子我们发现白棋刚才走的这几下已经肯定是损的，把这脚上的味道全部损光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打吃啊，有这么一个吃，这招棋呢马上就要把你分断。那我们数一下黑棋获得的实控，十、二十、三十、六十多，这一块光这一块就可以说比白棋全盘的目数都要多了，这边黑棋还有，所以加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局势啊，白棋已经是一落千丈了，根本没有争胜的资本，自己是薄棋，然后黑棋到处都是后势，这个目数对方还多，所以下成这样其实应该说白棋要从自己的之前去找问题了。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尖冲使自己都多了一块孤棋，一下子这个棋就不好办了，当被黑棋走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也就短短的没有多少手棋，但是呢我们看子和子的效率，包括你的子应该怎么样去配置啊，怎么样去利用你的棋子，一下就显示出来了。黑棋其实没有下什么很严厉的棋，但是白棋就明显这个子它就是不能跑了，生生的就要被对方吃下来啊，然后再把这个地方一尖了一扳，这棋彻底的白棋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这盘棋其实后来下了一些，但是其实也都是在比较无谓的挣扎了。那么好，这盘棋呢就给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收看，下期再见。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国的著名九段常浩老师对阵 Master。常浩老师不用多介绍了，但是呢对于网棋来说可能他有一定的劣势，因为他不如这些年轻棋手们整天在网上下棋的这个次数频繁，所以可能网棋来说呢会稍稍的吃一些亏。
因为网棋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年轻棋手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了。可以说一天在上面下个十几盘也是常事儿，一年呢经常是好几千盘的这个对局量，所以，和年轻棋手比起来的话呢，常浩老师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啊，每天在网上下棋，所以这个网棋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适应。挂角，这个常老师的黑啊，这个 master 脱先了。master 很有趣啊，他也很喜欢这个新位角脱先，而且是在布局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所以以前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角啊被对方以双飞燕呢就不满意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在 master 这儿呢好像没有，我们不存在。粘。这个曾经在之前的这个 master 对局当中，与唐伟星呢也是下出来这个局面了。在这个局部呢，唐伟星当时是拆了这个，后来呢效果并不佳。就这盘棋呢，常老师选择的是这个小尖，这个是定式的一个延续，这是正确的下法。接下来呢，白棋没有在这个局部马上表态，虽然说这看着有一冲，但是还好白黑棋由于自身有断点的，暂时这个冲断不严厉。他先去飞。黑棋要爬，大家看这最近这几盘棋啊，就是 master 下的很多棋都特别喜欢飞压，特别喜欢把对方压到三线上。他觉得三线就是已经他自己满意的一个程度了。现在我们看白棋就是在非常直接的就把这个空啊送给黑棋贴。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master 下棋的时候，很喜欢在布局阶段很早的时候就把对方的空全部都走定型。这和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人类棋手下棋的时候，很多时候想要的是把一些地方都让它有所好像，就这个界限不要那么的清晰。但是 master 不同，它是经常是，甚至有可能是你的四线空啊，我们经常看那个。新小飞啊，大飞手脚的棋，他就给你走得很厚，就是他都是把这个界限搞得很明显啊，区域划分很清楚。当然，一方面跟他这个电脑 AI 的这个算法有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一下去想象一下，也许啊，这个围棋的本质的内涵，你获得的实地，就是在你前期获得的实地，这个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反而有可能是价值不大的东西。真正未知的东西，有可能是未来会产生巨大利益、巨大就是收益的东西。这个，虽然说现在说起来有一些虚，但是我觉得从 master 他的对局的内容来看呢，其实是有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内容的。为什么他可以一上来就把对方都下得那么实，而且对方的效率还挺高的情况下，他也能赢啊？然后他能够总是把这些很虚的东西呢，最后给它组织起来，这可能是以后我觉得也是围棋在发展的时候啊，慢慢慢慢会是一个过程。现在我们还都属于在摸索的阶段，就是跟这个围棋真理比起来呢，我们还都差得太远。但这盘棋啊，我觉得尤其可以值得这个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棋的布局。就是，以常浩老师来说啊，他是这个著名的，我们都知道以大局观著称的大局观非常好的棋手，很大局啊，这个，但是很难想象，我们后来一会儿看到那个结果，居然是被 master 感觉是，真的是在这一局部吧，这半个棋盘里面，被 master 表现得淋漓尽致，真的下太好了。现在我们先看，藏到这儿之后呢，这个棋冲了一段，这个都是固定动作。他既然压了，他就要冲断，考验你。如果你吃里头呢，那我这有吃，这个地方就有借用啊，味道就不同，所以一般都会粘住啊。为了这个地方的味道，好，你粘住了，那么我现在这里呢，先靠了一下，这一拖其实实地上已经获得了不少了。接下来呢，我们看 master 表演啊，这个地方一断，这个地方一断，你只有吃在底下呀，你没有什么选择，你不能吃这个，这要注意啊！吃这个一立完，上面可以打，这个粘也自然而然消失了，没有了。他身上打这个，打完之后呢，把白棋盖死。但是白棋啊，也是，
我们看下的非常的简明，这个时候呢一夹就问问黑棋你难不难受吧，考验你，你硬哪儿。如果你虎在这儿，那就不说了，我这打吃先手不谈了。如果像他实战一样冲了粘住，那很难受的一点就是这个扳对方竟然还是先手，这个真的是好惨。你不走的话他一跳他延一下气，黑棋就死了，那等于黑棋还得硬。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白棋的最终的胜利的果实，黑棋所有的子偏重在这一侧，而这一侧更为关键的是棋的效率极低，这个地方的冲断现在大放光彩，冲断便宜多了，冲断白得了这一靠，目数便宜很多。然后白棋的子都下在外面，黑棋这个实控并没有多少啊。二十目棋走在里头，也就是二十来目棋，但是白棋上边处理的很好，下边也得到了处理。整体我们现在一看，黑棋这两个子完全是被白棋一夹击的话是孤立无援的两个子。比如说我就这样一走，那我们再看看全局，大家看黑棋就有二十目棋的实控，这两个子呢一人一个，我们划掉不说，首先你需要贴目，你再把贴目刨掉，感觉这棋好像黑棋已经不用下了，这输的好像也太多了。为什么？这白棋哪边都比黑棋大呀，这个发展前景啊，这个地方的实控加在一起比黑棋大多了，更何况你还有两个子的负担在手。所以这个就是就刚才我也说的这个问题啊，他把你的实地啊都先给你变成已知的，把你一切呢都给你变成一个牢固的固定的，你不能再多了，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再开始施展他的手段，最后呢他总能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盘棋现在下到现在这个样子啊，黑棋实在是有点欲哭无泪，难以置信啊。他加在这儿，这个难以置信的就是常浩老师这么高的高手，居然这个棋也有被对方欺负的这么惨的这一天啊。这个也许是因为快棋，就是我刚才说的常浩老师还是要吃一点亏，因为他反应不如年轻棋手迅速嘛。但是这盘棋真的是白方的这个子效啊，这个速度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白棋一退也是下得很漂亮，所有该利用的精华已尽，这地方全部我都刚才都该便宜都便宜完了，哎，你再吃我这两个我都给你吃。我们现在看黑棋在这转着圈又吃了，把这几个残子算是都吃下来，但是你这边又失去了呀，黑棋是后上加后，而白棋呢把这边又重新吃下来十多目棋，这一个转换黑棋又亏了。刚刚这个本来形势已经很不利了，现在这个状况是愈演愈烈。一跳啊，小飞，黑棋呢？黑棋现在尽可能的要快速的去抢占大场，不然的话如果还在这个地方拘泥于这个地方再继续补棋的话，这棋其实根本就没有争胜的可能了。走这个，那白棋呢其实我们刚才这边已经介绍过了，下的非常的就是笼统的说吧，总结的说就是一个高效，然后就是它精确的把每步棋的效率啊都发挥了。那么下一手棋他点三三呢就更好理解了，他就是把目拿到自己手里，比如说这盘棋就这么大一个蛋糕，我已经先把一半以上的蛋糕都划到我自己盘子里了，那你怎么可能你就算拿你剩下的全部都给了你，你也依然是不够的呀。所以现在黑棋真的挺难的了，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白棋都不挂角，大家发现通常都是从挂角开始下，他都直接点三三了，当然他后来的效果呢也并不坏。所以看这样的棋呢其实有这个大家看的比较过瘾的地方啊，但是更多的是职业棋手看面对这样的棋就会有很多的思考，就是这个棋的子效究竟该怎么样去发挥啊，怎么样子能够跟这个 master 学习到更多这种
虽然说他没有语言啊，他不会跟你交流，但是通过这个手谈的方式，也是可以吸取到很多很多他的经验的。像夏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白棋又便宜了。虽然说你这儿得了实控，但是我这个效果比单挂角，比直接挂角要好，走非常厚。现在的局势，白棋就是希望自己下的厚，因为厚就意味着我不太可能有犯错的可能，你的机会概率越来越低了。嗯。那么当然黑棋也看得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接下来黑棋的下法呢也有一些就受到这种情绪影响的一个感觉。就现在黑棋走这个看起来也差不多，这个跟靠啊什么都可以，就是把这块的潜力消掉，但是又遭到了这个 master 特别严厉的这个靠断，因为他征子有力，这一靠是真的有点像这个一下子就把人的这个自信心彻底击溃的感觉。所以后面的下法呢，常老师也是感觉上走的不尽如人意吧。黑棋走这个呢，他又不敢去这里冲了，冲这个正面作战肯定他觉得战不过白的啊，正面作战不敢战，因为第一白棋很厚，这些都很厚，你跟他战斗没什么好果子吃。他实战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呢像是一个更加轻灵的手段啊，在这个地方靠，但是很可惜这个 master 的这种直线进攻的这种算路就把这招的妙啊都给他没让他发挥。比如说这棋冲这个的话，那就可以发挥了啊，这一断了再一打吃，这脚上有味道啊，就挡完了跳进来，这等等的棋就复杂了，这是真的有棋了。但是对方就来一个弃子，这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这样你打吃这个不行，这儿有个断的，它粘完之后把这个外头一断你就不行了，所以只有吃在这儿。那这个目数啊其实也吃的非常小，走成这样必须要走到这儿，如果现在还硬在这儿，这目就更小了，没法看了，就这个。但是白棋呢始终这个招法不断，这就真的是让你太无语了，没办法。拐，这拐就算了，看起来猴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这黑棋不是，总归气比你长嘛，你这三气杀不过他。但白棋有好棋，白棋这一跳，可以说这盘棋 master 所展示出来的水准啊，感觉上像真的是状态太好了。这个棋跳到这儿，黑棋怎么办？你不能忍耐。忍耐是全被他封住，那你冲出来，冲出来看起来呢比较舒服，但当跳到这儿的时候呢又面临难点了，怎么办？你不能脱先，脱先这一挖你这个地方死了，你跟这三个杀不过。实战呢如果你要是粘上这个，比如说那他这个一贴又是存在你要收回去，先手他又把你包在里头了，那像他实战走这个就又面临这个又被挖死，这边的目数呢又交代了三个字啊，这个必须得补回去。所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其实这个结果我想大家也就都一目了然了。这个黑棋这个子呢是彻头彻尾的逃不出去了，死了。他搬了一下啊，还得补，他再把这个衣服吃住，白棋把这边全部都吃住了。这里的变化，白棋也把目数，因为你吃了我三个，但是我把这里吃回来呢，目数上其实黑棋没有什么所得的，这一下这个差距可以说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即使后来也下了很多，但是都不影响输赢了。其实最后呢也是白棋中盘获胜啊，但是这盘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这个局部下面啊，这个master 的表现啊。那么好，这盘棋啊其实应该说大家都值得好好的去再回味一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盘很高质量的这个白棋的布局啊。那么好，这盘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